今年新年的慈善面国际消防金票赛，今天在高雄闽南国中举行闭幕式。今年的冠亚军的比赛是由桃园的桂山国小、韩国韩国的玉山国小来比国下，双方是表现战蛮激烈。今年桂山国小是用6-5吞下一届的冠军，带桂陆卡成功的拿到3-8。来自韩国的玉山国小消防队体育局双板从拿下一分，代表台湾的桃园桂山国小马发挥实力，但超回来的系的分数，最后限的6-5双板从用6-5的比数同冠军留在台湾。桂山一直以来是以打击见长的球队，就是我们在基础训练上面，在他们学习打击的时候，其实下了很多功夫，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打击的实力发挥这样子。在比赛最后一日，前四强队伍的作盾，代表慈善面的85号球神争取冠军。除了同西先输讲，早晚去举办比赛，也希望在球场的每一年留机会学习其中教练，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的精神。也希望说孩子能够秉持着我先生的一个精神在，就是永不放弃。就是最后一球没有被三振，或者是没有被接杀，孩子就是勇往直前。接下冠军旗，桂山国小同最高的光荣带回去家乡。马体大家见证下，这次嘅慈善面国际消防赛顺利完成，马刚好明日再来比赛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